秦哥，你刚也太帅了吧！哎，我要是赢你一次，你可要娶我的。我可没输过，而且你输了，所以以后离我远一点。不行，我爹说了，只要你同意，他就为我们立刻办一场最盛大的婚礼的。是吗？那麻烦你回去跟张总说一声，我不感兴趣。我听说你一直在等一个人，到底是谁呀？值得堂堂林月集团的董事长的等待，我也不知道。看吧，我就说没有吧。就是嘛，我们家林哥哥那么优秀，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，怎么可能会有值得你等待的人嘛？秦哥哥，只要你能让我等，多久都没。你为什么老一个人来这个地方？这有什么特殊的？你爹欠我的钱，今天你必须给，不然你就别想走。如果真的有一个女孩值得你等待的话，那一定是个天仙吧？她一定是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的那种温柔刚往。秦哥，你干嘛？你吓到我了！人家晚餐为你的东西，你要是不去，人家很尴尬。我让你滚开！秦哥，人呢？小娘们儿，你欠了钱还想跑啊？活腻歪了是不是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再宽限我几天，我会还的。宽限啊？行啊，那得跟哥几个玩玩。啊！谁啊？小子，想活命你就个少管闲事啊！上车。谢谢你，我叫阮冉。林总，你让我查到阮小姐，已经查清楚了。三年前，她父亲因为创业失败而自杀，母亲也被高利贷的人打成重伤瘫痪，她自己只能被迫放弃学业，但再怎么努力，也还不上她8000家的高利贷。她有过自杀的倾向。有点眼熟，我们见过吗？人们都说，彼此眼熟的两个人，不是一见钟情，就是互相亏欠。你觉得我们是哪种啊？还是说，两种都有啊？别逗了，我除了一身负债，什么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会认识你这种身份的人？要说认识的话，恐怕只有一种可能。你在我的梦里出现过。你一个人照顾全家，已经比很多人都优秀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家情况的？猜的。哼。再次谢谢你，我还要去玫瑰餐厅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那不是情侣餐厅吗？你有对象了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这次相亲的林先生愿意支付我妈妈10万块的手术费。只要跟他结婚就行了，我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这也太巧了，原来你就是阮小姐啊？难道你就是？对啊，我就是林先生，绝对不骗你。你在开玩笑吧？明天早上8点，把我的户口本送到民政局。就这么跟我结婚了？哦，我在。正式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林琴，有房有车，事业稳定，家呢住在望海区。然后望海区？那不是别墅区吗？
可是相亲网站介绍，你就是个小职员哎。啊，是，我是说我住在望海区附近。那、嗯、就先这样吧，咱们有事儿电话联系。我先去看我妈了。喂，你跑什么呀？不是，至少见一下父母吧。电话联系。替我订一桌酒席，订个包厢，尽量正式一点。没问题，林总。哎，对了，您来这儿是谈项目的？谈我人生最大的项目。真的吗，林总？哎呀，老爷和夫人要是知道你愿意成家了，肯定乐坏了呀。是谁家的小姐这么有福气？是王部长家的千金吗？哦，对了，上次那个影后追求你这么多年，该不会就是她吧？不，是一个跟他们都不一样的女孩。她救过我的命，自然要以身相许。这位病人急需输血，但她的血型医院已经没有了。有没有人愿意捐献？有没有人愿意捐献？请跟我去化验。死你个死丫头，都领证了也不打声招呼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舅妈？那要不然怎么办？我妈的医药费您出？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是，您和舅舅都很关心我，所以我妈刚一住院你们就迫不及待的起诉到法院争家产吧。那这你可冤枉我们了，我们不是怕你突然有钱这辈子怎么惦记着，这不是帮你保管着的吗？这结果不还是撤诉了？那是因为你们发现我们家没有家产，只有负债。碰了软软，怎么跟掌柜说话呢？你想气死你妈不是？林总，林总，下次别这么叫了啊。让你准备的礼物准备好了吗？就这？这也太俗了吧！你想气死你妈不是？啊，行行，就这样。林晴挺好的，虽然我跟她才刚认识不久，但一个人的品行和修养是藏不住的。好什么好啊？不就是个基层员工吗？这请我们吃饭这劲儿还倒是不错，就怕吃完这顿饭，他一年的饭都没得吃呢。还打肿脸充胖子，叫你能嫁什么好货色？嫁什么好货色？我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她不是我妈妈，我妈妈生病了，一直在住院。她是我舅妈，长得倒不错，还挺有派头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这家饭店的厨子吧？切，那能有什么出息？小冉，你找对象的水准也太次了吧！哎呦，不过你也只能找这样的，哪像你表妹，找一个海归女婿，这才25岁就有房有车，还是市中心的官禄区的房，就你们俩把命卖了，也买不起那里的一间厕所。行，那既然您不是冉冉的母亲，那就点菜吧。什么点啊？你就这一个厨子，还不亲自下厨给我们做饭，还坐这儿干嘛？麻溜着！还有你，别在这碍手碍脚的，赶紧干活去！这刚要结婚，这就管不住你们了，那以后还不反了天了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给我自己老婆做饭当然可以，我乐意支持，也等着。瞧你那点出息，连个做厨子都压不住。真是个赔钱货，待会儿他出来不管做什么都说难吃，听见没？当当当当，这什么东西啊，黑漆麻糊的，这能吃吗？哎，冉冉，孝敬长辈的你怎么能动？这可是暹罗的贡米，880一斤，那再加上北极鲜鱼子酱，这一勺就2000多。2000？好吃，
真好吃！一边去！这么贵的东西，一口都不能剩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极品燕窝。哦，我还给您加了黑米，排毒药。燕窝。这什么东西那么酸呢？哎呀，烦死了！你整成了草蛇了。这么坏。谁让他欺负你？我告诉你，你是我老婆，没有人能欺负。嗯，然，找着什么对象啊？这不能光吃饭，连礼物也没有啊，真没教养。哎，当然有了，给您准备了一个。这个盘子刚才在大门口好像见过，里面都是钱和金子，这一大盘子都是给我的。现在您还觉得我没有家教吗？太有了，我这表女婿优秀，你们俩白头到老。走。这什么东西啊，这么坑我，刚才这里钱呢？哎呦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而且你不觉得你这份礼物跟你很相配吗？配什么配，我滚。你你说的有车有房，居然是学区房啊？学区房很贵吗？你问我？我是说学区房确实挺贵的，这样咱俩以后的孩子上学就不是问题。你真的是那家餐厅的厨师吗？怎么可能？我这是个小女孩。那你呢？你这些年过得还好吗？你怎么一副认识了我很久的口气啊？我就那样，现在的工作就是主要给人推销推销化妆品，其实过得挺开心的，就是赚的还不及欠款的一点点。但你放心啊，咱们虽然结婚了，我不会让你替我还债的。你条件这么好，跟我结婚太冲动了。我娶的是你的人，又不是你的处境，而且以你的为人和能力，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摆脱困境的。以后我都听你的，但是只有一点，遇到事情你不许一个人扛，我会心疼的。呀，完了，我上班要迟到了，我先走了，咱们电话联系啊。给我调查一下，冉冉不是学生物科技的吗？怎么改当化妆师了？哇，栏目也太漂亮太飒了，简直就是女性的典范。林总，我已经调查好了，阮小姐本来已经取得出国留学的全额奖学金，但因为父亲自杀，母亲又瘫痪，所以只能被迫放弃学业回家。她现在推销的是她自己研发的化妆品，这是她的梦想。什么破玩意儿，连个明星代言都没有，谁稀罕？小姐，这款洁面霜是专门针对您油性皮肤，效果很好的，不信可以免费试用一下。切！哎，你这个丧门星！你这个丧门星，又推销这种没人要的垃圾，你要不要脸呢？啊！这是我自己研发的产品，已经通过了国家质量的检验。咱们不是说好了，工资减半，我就可以在这里推销吗？我呸！那是以前，现在你影响我店里生意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月工资全扣，而且以后不许在我店里推销，要不然我打死你，知道吗？啥也不是。人请过去了吗？这男人小姐可太火了，他要是能来我这小店儿，那可真是蓬荜生辉呀、啊。谢谢。蓝影后。刘老师你好，刘老师。蓝影后还真是您呀、啊、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不要他不要我。这技术真不像是小店能画出来的。怪不得林总会开心。林总是。我是说我很喜欢你的风格，刚好我的化妆师怀孕了。
你能来代替他一段时间吗？再好的美誉落在不识货的人眼里也体现不出它的价值，只要你能来，我给你现在工资的三倍，怎么样？三倍？老冉，你老板，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很对，是我配不上您的大店，所以不用你撵我，我现在立马就走了。你谢谢蓝以后欣赏。不用客气，这是你应得的，你先上车吧。好，事情我都已经解决了，以后他就跟我一起干，不会受亏待的。麻烦你了。您是我老板的老板，这有什么好客气的？不过一个普通出身的女孩居然值得堂堂林总煞费苦心，这可真是让人太嫉妒了。除非他跟您的关系并不普通。其实就算没有您的人情，我也会聘用他的。耶 ！Surprise！ 怎么了呀？这么神奇？我说，你是不是忘妻呀？怎么跟你在一块儿，我运气都变好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涨工资了，而且整整涨了十倍。我现在还在给一个大明星做专职化妆师，大明星你知道吗？这下我的产品不用打广告也能卖出去了啊！我太开心了。Thank you.